对，因为这种这几首歌东西，它在又让你的红人榜 B 赛的挂片，对，所以就是外场比较难得听到。是对，那第二首歌听说也是一个经典了嘛？对，就是挂叫做《喝麦东西》，你要写阿甘大哥的歌曲。好，然后我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为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几个歌声，来欢迎这种千秋心，喝麦东西名。有人想要小礼物的吗？掌声比较大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想想，如果我
放下。